大家好，我是尹素婉，大家叫我小婉就好了啦。今天口罩的课就由我来伴舞哦，大家千万不要打瞌睡哦。从很早以前就开始，综合教器就是为了模拟现实世界中完整的吉他系统而设计的。这套系统往往包括一单块，二吉他音箱，三周边效果。你若是对这些设备的原型越了解，你对综合效果器的驾驭就越轻松。老子就一小台，去哪玩那么多原型？有种你送我啊，不要当富哦。GT1 用户只要跟着 Michael 照走，就一定能入好这个门。你造吗？虽然 GT1 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移动的效果链，但你需要调整顺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因为 GT1 面板上的这个顺序就已经是一个黄金顺序组合，它们是前置类效果或压缩效果，推子过载失真类效果，音箱模拟，后置类效果或调制类效果，延时效果，混响效果。再说一次，这样的效果链顺序已经足够几乎所有的需要，除非你非要做一些音色实验。一切音色的塑造都应该从音箱模拟开始，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吉他是通过吉他音箱发出声音的，电吉他音箱有着自己特殊的频率范围，是电吉他音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吉他音箱是所有音色的基础。如果你使用 GT1 接吉他音箱的前期 input， 那么音箱模拟设置这一步骤你可以忽略，当然也可以打开，你觉得好听才是王道。本教程呢是基于 Live 或者 Phones 输出模式进行讲解的，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音箱模拟是首要步骤。先根据音色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音箱模拟，轻音音箱还是过载类型的音箱，还是失真类型的音箱。如果对模拟的音箱模型不太熟悉，找一个自己觉得好听的就可以了。请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学会调音色呢。找到自己喜欢的音箱模拟后，适当的调整一下音箱模拟的 EQ 即可，一切还是以自己觉得好听为原则。还有要提的是，音箱模拟上的失真音量是量增益大，所以一般我不会把音箱模拟上的 gain 开得太大，而是借助于推子类效果器把音箱模拟的失真度推大。这样获得的高精音色清晰。推子类效果器就像音色的推位，你可以尝试过程，你可以用失真效果器的推子，也可以用过载效果器的推子。在前置效果里，我放了一个浅浅的合成效果，合成效果属于调制类效果，调制类效果至于音箱模拟的前面和后面都可以，像 vibrato、 amplify、 flanger、 phaser 等等都属于调制类效果器。也可以在前置 F 叉里放一个压缩，来增加延音或改变音头的感觉。其实把压缩当成推子用，你看我关闭后可以听出音色的变化，依照个人口味决定是否。压缩效果器的原理，失真音色里不用也罢。F2 里一般用来加载一些后置效果，其实里面的效果和 F1 里的是一样的。我一般会用它来加载 EQ 模块，至于 EQ 模块的使用，我后面会详细讲到。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很重要的润色效果了，延时和混响。延时的种类也有好几种哦，选择自己觉得好听的就行了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宽广的立体声延时。接下来是混响，
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，我觉得。平时弹琴我不怎么开延时和缓存，但录音的时候延时会比较长，这样会让音色更融入到伴奏中。滚！别跳了！我他妈一听到这种问题就来气。我觉得模仿别人的音色是一种极其沙雕的行为，我有 N 个理由告诉你为什么。一，你没有别人的设备，琴不一样，音箱不一样，效果器不一样，一切都不一样，你模仿个毛啊。二，就算你有别人的设备，你有别人的技术吗？三，人家大师都无法复刻自己的音色，你在那徒劳什么？他们开演唱会使用的音色和 CD 里是一样吗？四，录音出来的最终音色也不是这个吉他手原来调的音色，为了服务于音乐的整体，录音师在后期早就把原来的音色改得面目全非了。五，调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音色就行了，干嘛非要调出别人的那个音色才肯弹琴呢？音色出自于手，懂吗？你们这些沙雕，放弃这种浪费时间的想法好吗？操你妈，三天之内杀了你，看着没小逼崽子，你妈了个臭逼，操你妈的，把你骨灰都给你扬喽。好，下面我就来示范如何模仿音色。首先我们要学会使用一个工具，那就是 EQ。 在音色类型正确的情况下，比如要明确这个音色是轻音还是过载还是失真，同时增益度接近的情况下，你几乎都可以通过调整 EQ 来获得听起来比较接近的音色，不管你的失真源是任何音箱还是任何失真单块。 EQ 主要分为图形均衡和参数均衡两种。图形均衡一般给出若干个固定的频率给你控制增益的增减，而参数均衡可以让你以扫频的形式来自定义特定频率的提升或衰减。大部分的参数均衡还提供 Q 值来调整中心频率两边被影响的范围，比如这样的范围就很大，这样就很小。这样看来呢，参数均衡是要比图形均衡更有优势的。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大型录音软件里的参数均衡，一般硬件效果器的参数均衡因为空间有限是做不了太多个频率点的，而且远不如电脑上的直观。如果你是要模仿别人的音色，那么 EQ 的可控频率越多，那么你的工作就越轻松。但你想要在吉他效果器里获得这么多的频率控制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一是操控起来不方便，二是没必要。吉他手只需要大致调出个相似的音色就可以了。至于更接近的音色，应该交给更复杂的 EQ 处理器和专业的后期人员。 Boss GT1 也提供了图形和参数两种 EQ。在 FX 模块里可以调出，建议呢在 FX2 模块里使用，因为 EQ 后置音箱模拟之后调节起来的效果才会相对更明显。 Graphic EQ 就是图形均衡， Parametric EQ 就是参数均衡。为了不让操作太复杂， GT1 的参数均衡仅提供四个频段调节， Long Gain 和 High Gain 的频点是固定的。 Long Gain 就是低频增益，正值表示提升，负值表示衰减。 High Gain 就是高频增益，同样正值表示提升，负值表示衰减。 Level 为总音量共振。翻到第二页，这是一个带扫频的中低频调节，并带有调整频宽的 Q 值，还有增益流。正值表示提升，负值表示衰减。扫频可以让我们在一定范围内获得频段，帮助我们更快速地找到一个新的频段。 Q 值调整频宽，数字越小范围越宽，单次越窄。第三页是中高频，操控方式和前面中低频是一样的。为了避免操作过于繁琐， GT1 的参数均衡并没有提供太多的频段，而实际上我更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图形均衡，更直观，操作也更简便。图形均衡的频率一目了然。 Boss GT1 一共提供了七个频段，外加一个总音量推子。在了解了 EQ 的基本原理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对照着原曲去一点点一点点的调整 EQ 了。可能一开始你会因为不熟悉各个频率的特性而感到害怕，但经验谁不都是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呢？
你只要不聋，就应该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个个频段的去试就好了。我这里先强调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，音色这个东西自己听着爽和放在伴奏里是否好听是两码事儿。你自己觉得牛逼的音色到了录音师那里可能会被嫌弃太唐突，录音师可能会认为你的吉他音色霸占了太多的频率资源，从而干扰到其他乐器的声音，所以你这个自以为很牛逼的音色十有八九会在后期被调得面目全非。同理，这个被录音师调过的音色你单独在听可能会觉得像屎一样难听。我以上说的这些是为了回答一些网友的质疑，因为有些人拿到我做的音色后觉得不好听，和我录音录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，甚至觉得我是个骗子。这不很好的论证了我的观点吗？模仿别人的音色是个很上吊的行为，能用自己的音色去驾驭别人的作品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。操你妈，三天之内杀了你，看着没叫逼逮着，你妈了个臭逼，操你妈的，把你骨灰都给你扬了。参数都给你们了，你们只要照着调，一定能得到一模一样的音色的，才怪！决定最终音色的因素还多了去了，比如你的琴和我的就不一样，每把琴都有自己的特定频率的，就同样的音色，你听听我换成一把 ST 是什么样的声音。所以吧，别人的音色你也是不能够生搬硬套的啦，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。坐享其成别人的音色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请相信自己的耳朵嘛，自己觉得好听才是最适合你的音色。这时光真系快，又到时间讲拜拜。感谢收看本期《麦干货》节目。如果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当然，不订阅也无所谓了。